的一个品牌，家居必备之物，外出携带更方便。所以呢，你看今天我们设计非常简约而且精巧哦，家家户户的一个好帮手啦。机身非常的轻巧，平烫挂烫都可以哦，而且还有自动断电的功能。Votemm 蒸汽熨斗有1500瓦特的大功率，还有260ml 的储水器，蒸汽呢可以持续长达15分钟，而且温度是高达120度的哦，千万不要错过了。天天哇哦！大家好，我是佳琪。你好，我是樊彬。大家肯定都会有遇过这样的一个情况，早上迟到了，可是衣服还没有烫，要匆匆忙忙的拿那个烫衣板出来，然后要等那个熨斗热啦，然后这边烫烫烫烫烫啦，来不及了，怎么办？其实今天我们有很好的一个解决方式哦。是的，所以呢，非常轻巧的来自这个 Votemm 的这个蒸汽熨斗，没错。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当然就在这个套组里面，我们除了有这一台熨斗之外呢，我们还有就是有一个刷头的一个部分哦。当然今天呢，我们有买就有送的一个部分呢，也当然就是呢要就是送给我们今天所有在看的节目，而且呢还进行这个抢购的朋友的。是的，因为呢今天的赠品也是非常的丰富，包括说防烫的手套是要送给大家之外呢，我们的这个吸盘挂钩有5个啦，也是要送给大家。此外呢，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水平连接器等等，以及呢我们的这个就是旅行包包啦，可以把这个存物就整个熨斗放进去呢，带去哪里都绝对没有问题。那其实呢，整个套组非常的丰富。对，可能你说价格方面呢，因为是韩国的品牌呢，可能会有一点高，对不对？之前呢299令吉啦，但是你是直接省下140令吉，前售价大家请看好来啊，前售价是159令吉，但是今天已经不是前售价了，是多少呢？只需要109令吉而已，所以你是直接又再省了50令吉这么多。没错，所以呢，这一刻你在看这个节目的话呢，你是非常的幸运的啦。所以呢，一定要赶快的，就是抢购109令吉，你就可以直接把它给带回去了。是的，因为呢，我们知道哈，烫衣服呢，就是家庭主妇当中的一个人生的噩梦啦。是的。因为呢，如果说你的这个就是熨斗呢是比较重的话，对不对？你真的是可以练出小老鼠的，很辛苦的，而且呢，蒸汽出来又很热，对不对？对。然后你一烫的话，可能又是烫个15分钟、20分钟的话呢，其实真的很累。所以我觉得说，你看到这个吗？就是如果今天呢，你出去旅行的话啦，因为它体积非常的小巧，然后你也不用带那个瓶子，对，因为随便一个矿泉水罐呢，你就可以把它加水进去，就是这么的方便。对，还有一个更重要就是，可能呢，你家里如果是用属于像我这样那种站立式的熨烫斗的话呢，会遇到一个问题啊，你边烫边滴水。然后呢，整件衣服裤子都是湿哒哒的。是的，所以呢，除了这个问题之外，很多人也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讲说是这种挂烫式的衣服呢，可能很多它的那个力度是不够强的。是的。但是现在呢，请看过来，因为呢，我们可以证明你给你看，它呢，麻雀虽小呢，可是呢，这个力道呢是非常到位的。因为呢，为什么呢？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呢，就是这个1200瓦特的一个大功率，所以呢，1200瓦特的一个大功率呢，它其实呢就可以呢帮助我们呢去到这个就是蒸汽的方面呢，可以更快速的烫好我们的这个衣服啦。没错，它一共并有呢7个这个蒸汽的小孔哦，所以呢就证明是说，你看那个蒸汽这么强的时候呢，当你在烫任何的衣物的时候呢，它都能够在你这个短时间之内让你的衣服呢就是烫得美美的。是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吗？就连我站在这里吼，它的那个蒸汽呢是可以延伸到樊彬那边去的。所以呢1200瓦特的一个大功率好处就在这里。为什么呢？因为呢它可以呢有这个大功率的话，就可以非常容易的渗透这个布料，然后呢把它瞬间给烫到比较平直一些啦。对，所以呢你看今天呢这个蒸汽这么强的当额呢，你就是在烫衣服的时候，就算你的衣物呢可能再厚一点点呢，其实都绝对不是问题哦。它完完全全呢就是可以渗透过你的衣服，然后呢不管是 T 恤啦、衬
衬衫啦、啊，然后再来你的西装裤，甚至你的这个 jeans 裤等等呢、啊，都绝对不会难倒你的、哦。我自己很喜欢它的东西是什么呢？它真的是非常的轻巧啦。如果说今天呢，你真的是来不及，没有办法了，我要快速的烫好一件衣服的话，很简单，只要这样子拿起我们的这个蒸汽熨斗就可以了。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你看这边是一个水瓶嘛，这个水瓶随时可以拆出来，换成矿泉水瓶呢，也是可以同样操作的。然后呢，今天这边这个按钮呢很简单，你这样子按下去之后呢，然后呢，你只要呢这样子把它顶着的话，那个蒸汽就会持续这样子出来，你就不要这样子按着按着按着很麻烦，对不 对？所以呢，蒸汽持续出来的时候就非常的方便呐、啊。然后看到前面这边嘛，就是有这个刷头，对不对？这个刷头呢，可以帮助我们怎样呢？就是不会让我们这个头呢直接跟我们的衣服接触，也就不会烫坏它们啦。然后呢，也可以去掉一些毛絮的一个问题。是的，所以呢，你看今天呢，我们要烫的这个衣服呢，就算你的衣物上面呢，我们就是很担心说，哎，你的衣服上面是不是有一些 printed 啊？然后呢，就很担心，或者是一些珠片的东西，对不对？完全不用担心的。你看，我们直接就示范给你来看一下啦。这种呢，就是有这种 printed T 哈，我们很怕说呢，烫下去过后它会融掉，对不对？对，有那种感觉。你看一下，我是呢直接这样子把它给烫下去的。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讲说，其实呢，你只需要轻轻的这样子烫多几次，它就 OK 了的。对，如果我们用那种一般传统的那种平烫式，直接会粘起来哎，所以粘起来衣服坏掉了嘛，然后再来你的这个熨烫斗已经不能再用了，因为你在烫下一件衣服的时候呢，又再粘到下一件衣服，是不是很糟糕呢？所以你看到吗？这里呢已经是非常的平直了，有没有？其实我只是扫两三次而已，但是呢，你看一下这边没有喷啊、没有就是没有烫过的，超级皱的有没有？哎呦！而且呢，我们挂呢就是非常的方便，你不用拿那个烫衣板出来，可能就几十秒这样子呢，就已经烫好一件衣服了。是的，所以呢，你看，当然在这一个部分呢，很多朋友会担心的就是，哎，有纽扣的衣服，通常呢我们在烫衣服的时候呢，想要避开它，对不对？因为呢就是很不顺的感觉了哈，因为你烫的时候呢，哎，避开它，然后呢、又没有办法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一个衣物上面呢，就是好好的来进行这个烫衣服的，不管是你平烫啦，或者是这个挂烫的时候，所以你看完全不用担心呢。你看佳琪，我们轻轻松松这样子滑过去呢，就可以了。就算那个纽扣部分，你看也是直接这样子给它烫下去，也绝对不是问题的、啊。是的，所以呢，其实呢，好像老公的衬衫呐、啊，或者是我们小朋友的这个就是校服啦，这些呢，我们都可以呢很快速的这样子呢，很精准的把它烫好啦。是的，所以呢，你看是不是让你省下了很多的这个时间呢、啊？你看。一烫下去，你看那个分别是多大的，一边有烫，另外一边是没烫的。所以啊，我觉得说呢，这个呢真的是很方便。为什么呢？第一、它非常的轻巧啦，所以呢你不会觉得说很累嘛，对不对？第二呢，这个就连小朋友呢、也可以用。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它就是非常的安全，它不会想说呢，像以前那种旧式的那种熨斗这样子呢、它那个铁板上面呢，你怕小朋友呢就是会烫到。对，因为它这是蒸汽的关系呢，所以呢我们会觉得说呢，它更加的安全之余呢，你今天做出来的，你看，对，就连你的小朋友也在用，对了，对不对？没错，所以呢，你看，我们也要让他们来自己训练一下哈，减轻我们这个爸爸妈妈这个工作量了哈。所以呢，你看，由他们自己来烫这个校服的话呢，是多么的这个轻松，我们也不会担心是说，哎呀，以前那种很重，对不对？万一你看烫到手，另外呢，万一砸到脚的话，是不是更加糟糕呢？是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什么呢？就是从小训练小朋友呢，是就是自己做家务啦，但是我们给他的器具呢，就是比较安全一些，而且呢比较方便一些。最重要是什么呢？它这个蒸汽熨斗呢，我们是可以去到哪儿用到哪儿。然后呢，比如说你今天呢，除了说要挂烫之外呢，你要平烫，比如说你想要烫出那些裤线的话，绝对没有问题。你看看，就今天呢，这边有这个就我老公的裤子啦。OK， 如果说现在这边呢，它还是比较就是浮起来的嘛，对不对？所以呢，现在很简单，我只需要呢把我的 Votemm 呢拿过来，从上到下这样子轻轻的这样子推过去，推过去，你就可以看到说呢，那个裤线呢瞬间就可以出来了。对，这是我们妈妈们可能很期待的一刻哈、哦，对不对？你看，轻轻的滑过去之后呢，我们那个线呢就直接成型了。真的，而且呢，你看我、哦、这样子呢拉起来过后，你看到吗？哎，有哎，有哎。真的，所以呢，你看一下这边呢，就是我们的那个裤线啦。这个裤线呢，很多时候呢，平时我们用一般的这种挂烫机呢，它是没有办法
烫出来的，但是今天呢，我们就可以烫出这样子的一个酷线的时候呢，就证明讲说呢，其实它的热度，它的那个穿透度是非常棒的。对，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看到我手上这个储物袋没有？在整个套组里面呢，也可以直接让你带回去的哦。然后它很方便的，那小小一台放进去之外呢，刚刚佳琪有跟大家讲，你看我们去旅行的时候，对不对？任何一个水瓶，然后呢，你都可以直接连接我们的这一个连接器，然后呢，就可以进行这个熨烫的一个部分了，真的是很轻松，然后又很方便耶。是的，所以你看到今天我们给大家这个 Votemm 的蒸汽熨斗呢，包括说呢，整个套组里面除了有我们的蒸汽熨斗之外呢，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配件，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毛刷啦，护刷的一个头件呐、然后还有呢要送给大家就是我们防烫的手套，以及我们水瓶连接器，当然还有我们的吸盘挂钩有五个，以及我们的存物袋一个，全部真的只需要109令吉而已，因为之前是卖你149令吉嘛，那今天你又省下了40令吉，所以呢，现在30套已经卖出了，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1800180808，或者是上到我们的手机应用程式，把 Votemm 给带回家吧。CJ Workshop 我们带给大家的 Votemm 蒸汽熨斗市价299 ，CJ Workshop 的前售价是159令吉，但是今天你是省下了50令吉，只需要109令吉而已。对，绝对是一个超值的价格哦！你看呢，只需要109令吉而已。我们有这个蒸汽熨斗啦、刷头啦，再来送给你的部分呢，就是有防烫手套、水瓶的连接器，然后呢还有储物袋，还有五个这个挂钩哦，非常的划算哦。那如果你要更加划算的话，可以上到我们的手机应用程式来购。获取5%的 WOW 购物积分，下一次换成现金来作为折扣。没错， Votemm 的这个蒸汽熨斗啊，是你的家居必备之物啊！赶快呢，就是要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去到我们手机 App 进行这个抢购吧，109令吉而已哦。电话占线中，别担心，只要下载 CJ Workshop 手机应用程式。注册新的账号，填上基本的个人资料，然后你就可以开始购物啦。选择你想要购买的产品，点击 Buy Now 的按钮，输入 Postcode， 选择地区，输入门牌号码和路名，您所订购的产品就随即为您送上，天天精彩，天天 WOW。我们这个 Votemm 的一个蒸汽熨斗是来自韩国的一个品牌哦，大家都知道韩国人呢就是分秒必争，对不对？就连在烫衣服这个事情上面呢，也是要做到快、很准，对不对？还有快、很准之余呢，你看到吗？我们这个整个蒸汽熨斗呢，我觉得啦，比起一般的那个蒸汽熨斗哦。真的是重量肯定是少3-4倍这么多。是的，所以呢，你看它背有7个这个小孔，就我们的蒸汽孔嘛。所以呢，蒸汽够强的当然呢，就是可以让你在熨烫任何的衣服薄一点或者厚一点的时候呢，都绝对不是问题的。就不用呢再用这个，你看又要拿这个烫衣板啦，然后呢还有很笨重的这个烫斗啦，另外呢还会给你烫到手哎，所以呢不要再用这种传统式的烫衣方式了。是的，你看看哦。之前有跟我们买过的这个观众朋友呢，其实都有给我们这个反馈啦，讲说其实它真的很好用，因为呢它不会滴水啊。对了，对，很重要。很多时候呢，这种挂烫的这个熨斗呢，它都会滴水，但是我们这个呢不会滴水。然后他讲说呢，非常方便携带，很棒，很好用。然后他讲说呢，这个产品的 quality 也是非常好的。之前呢，大家都知道，我们给大家的前售价呢是159令吉，有图为证了，对不对？对，159令吉，现在109令吉，做一下简单的算数，你知道50块你是立刻省下来了，对，省下来了。所以呢，你要赶紧呢，就是透过这个109块，你可以得到呢，就是我们的这一个蒸汽熨斗啦，然后还有就是一个刷头，再来呢，我们就是有这个送给你的水瓶连接器啦，5个挂钩，然后呢还有一个防烫手套的，只需要109元。你看，还有一个这个储物袋，都是通通要带给你的，真的很贴心啦。因为这个储物袋呢，就是你可以把我们的烫斗放进去，然后你要去外国旅行的时候啊，随时随地拿出来烫衣服就可以了。比如说我们要去热带的一个地方小岛旅行的话哈，大家都知道，你如果住一些民宿的话，它是没有提供那个烫斗给你的。是这个袋。
台去的话就非常方便，你甚至连下面的瓶也不用担，因为你去到那边呢，找一随便一个矿泉水瓶装水连接上去就可以进行挂摊。然后还有一些做一个小生意的朋友，那些什么周末时候摆bazaar的时候，对，我觉得这个呢是超方便的，你也可以把它带到去现场，然后呢所有的衣物你看挂起来的时候就可以把你的衣服烫得美美了。对，因为呢就是如果你在外面摆摊呢要烫衣服的时候，很多人我是看到了，他们都是那种就挂历式的，没错，就是有一条漏水的，第一漏水，第二你要整台这样子抬来抬去超麻烦的，对不对？但是这个呢就非常的方便，而且呢我说过这个呢它其实它重量不会超过1公斤哈，然后呢它如果持续喷出那个蒸汽的话呢是可以持续15分钟，这么多15分钟哈，你可以烫很多衣服了哈，比如说1分钟一件就可以烫15件了啦。对，所以呢你看不管在任何的这个情况之下呢，你要烫的是裤子啦、衣服啦，或者是你的毛衣啦，然后再厚一点点的这个衣服呢，都绝对不是问题的哦。所以今天呢，你看只需要109令吉而已啊，所以你还不抢的话呢，到底还在等什么呢？来自韩国的一个品牌，绝对是你家居的必备之物，外出携带更加方便哦。没错，设计呢很简约精巧，然后家家户户的一个好帮手嘛，机身非常的轻巧，平烫挂烫都 OK 的。另外呢还配有自动断电的功能啊。市价299令吉，但是在 CJ Workshop 的前售价是159令吉，今天你又再省下了50令吉，只需要109令吉就可以把它带走了，赶紧拨打热线或者是上到我们的手机用程式把它给带回家吧。OK， 我们不断的强调这个价钱哈，因为呢你要看一下，真的，如果你今天去韩国买的话，是不是是299令吉？所以呢，你在 CJ Workshop买的话呢，之前哈是159令吉啦，只需要109令吉而已就可以把它给带走，所以你就直接省下了50令吉这么多。100令吉哈，买一个蒸汽熨斗哈，你知道是超级划算的嘛？更何况是什么呢？我们是来自韩国的一个非常轻巧的品牌，是的，所以呢，看这么轻巧，然后这么好用，我们相信呢，我们烫衣服都这么容易了，在家里的妈妈啦、阿姨们，你们是更专业的，所以我们相信你用起来更加的得心应手啊。是啊，因为呢，今天呢，其实呢，它是非常的简单使用的，这个就是你的熨斗了哈。下面这个瓶子呢，装水，你随时可以拆出来换成矿泉水瓶，绝对没有问题。今天你要烫的时候，只是需要这样子按一按，我们的蒸汽就会跑出来了。好快，但是呢很麻烦的地方是你手要一直按着吗？是不是？不用紧，你就好像去打汽油这样子，把它这样子按一按，然后呢推下来，这样子看到吗？1、2、3，这个呢这样子推下来就 OK， 它的蒸汽就会一直一直这样子出来了。没错，而且呢上面这边呢我们有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毛刷的部分，这个毛刷的部分呢就是可以保护我们的衣物，甚至是呢你要刷一些毛衣啦，或者是我们那些毛茸茸的公仔的话啦，这个就很好用。然后呢这些呢就可以吸取那些呢毛线的东西呢，让那些肮脏东西全部吸附在上面。那你看一下今天这样的这件衣服呢，很多时候呢因为有这种亮片啊，你如果用普通的那种呢就是来烫的话呢，它一定会粘上去，对不对？但是今天呢你看我是直接这样子，哇，直接这样子给它熨过去耶，你看都不是问题啊。如果是一般的时候，我看直接整片就脱落了啦。是的，或者是粘在你的那个熨斗上面了， 对不对？粘在熨斗上面呢，你还要去找香蕉叶哈。哇，这什么年代啊！真的，以前我的妈妈就这样教我的，她讲说，那熨斗上面如果出了哈，你就去烫那个香蕉叶。现在去哪里找香蕉叶？所以你看是不是很容易呢？我们直接这样子一烫过去，你就可以看得到左右两边有烫跟没烫的这样子的一个落差。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亮片这边呢是完全没有损伤的。是的，所以呢，这个呢就是说呢，我们的这个蒸汽熨斗的一个好处就是在这里啦。是的，然后呢你看一下呢，今天呢可以看到，就是除了这样子的一个 T 恤之外，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衬衫呐、比如说上班 OK， 上班的时候来不及了怎么办？是，
是的，你不用担心，所以呢不用担心，因为它很快呢就可以直接让你烫衣服了，马上打开，然后呢只是需要这个5秒钟，然后呢就可以热起来，然后呢蒸汽就马上喷出来，你就可以进行这个烫衣了。而且你看到吗？就是就连在我们的这个button 跟 button 之间的一个部分哈，我们都可以这样子扫下去。其实这个扫的一个动作哈、比起啦我们平常啦放在那个就是烫衣板上面这样烫啊，真的是省力太多了。对，另外呢，你看我们前头有个毛刷的部分，其实我觉得很棒哎。当你在烫的时候，可能万一你的衣服上面有沾一些些毛线的东西，它也直接可以让你在这个熨烫的时候呢，直接一起个刷走啊。真的，你看一下，就连上面这边也可以烫。OK， 你看才几秒钟而已，这边跟这边差别是不是很大很大呢？有，所以呢，你看这么容易，这么方便，可以让你就是很省时间嘛。另外呢，你看在熨烫的时候，它有蒸汽发出来嘛，对，你也可以呢，同时有这个消毒的一个作用来的哦。是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哦，就是我们马来的主持人哈、他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来进行消毒。对，为什么呢？因为呢家里很多很多那些毛绒的玩具啊，很久了啊，没有洗呀、是，然后呢又没有拿出去晒太阳啊，我们就可以用这个高热度的一个蒸汽呢把它进行消毒，对，让我们的小朋友呢就在比较安心的环境当中啦成长啦。对，所以呢他们最爱的可能在睡觉的时候啦要抱这些毛公仔嘛，对不对？甚至他们的床单啦、他们的小枕头啦等等，其实呢你也可以同时用上我们的这个Votemm 的蒸汽熨斗呢来进行这个消毒的一个情况。那很多人会问讲说、这个只可以挂烫吗？ Sorry， 我们这个也是可以平烫的。是的，没错。比如说老公的裤子今天我要烫一条线出来，因为现在这里没有任何的线的嘛，对不对？什么线都没有嘛，所以呢你只需要呢这样子把它摊开来之后，很简单的打开我们的 Votemm 过后，你看蒸汽已经是持续在出来了嘛，对不 对？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这样子放下去过后，轻轻的这样子推推哇，一滑过去，你看，直接我觉得很明显的效果就要马上的出现了。我跟你讲哈、我这样子慢慢哈是要让大家看得更清楚哦，是的，并不是因为呢就是要怎样啦。但是呢，你看一下，我只是烫过一次而已哈，推出来、看到吗？哇，看到吗？看到吗？这个线呢是非常非常的明显的，所以呢这一条线呢就不只是哈我们家里的那种这样子。这样子的平烫的那种熨斗做得到，就连我们这种挂烫的蒸汽熨斗也绝对做得到。是的，平烫的时候呢，可能很多朋友会担心是说呢，你万一放在那个衣物上面的时候，会不会就是烧焦什么的？8分钟自动断电的功能就备在我们的这个 Votemm 的蒸汽熨斗了。那今天呢，我们带给大家就是来自韩国的品牌，也就是 Votemm 的一个蒸汽熨斗，里面呢还有附上我们的这个刷头的一个配件。是的，所以呢，另外呢，我们当然在今天呢有买就有送。你看109令吉再送给你呢，就是有这个水平的连接器啦，5个挂钩哦。另外呢，还有就是防烫手套，不止这样，还有呢一个储物袋，你要去旅行的时候呢，通通把这个配件呢装进去，然后就可以很容易的带出门了。是的，这个呢真的是我们贴心之处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你时常去旅行的话，一定要有东西装着我们的这个就是熨斗嘛。所以打开来之后呢，你看里面就是有我们的这个水平连接器啦，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熨斗。这些全部都可以把它放进去，然后呢这样子把它给锁起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它丢进我们的这个luggage 里面，方便呢，拜拜，就可以出国了，对不对？是的，所以呢是非常的方便啦哈。所以呢今天呢你看你只需要109令吉就可以拥有了，你看已经有很多聪明的朋友，我们已经65套给卖出了啦。是的，所以呢65套呢要赶紧行动啦，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是上到我们的手机应用程式，把 Votemm 给带回去。你看甚至是呢这些毛茸茸的玩具啊，我们都可以呢把它这样子进行消毒，所以呢赶紧拨打热线或者是上到 CJ Wow Shop 把 Votemm 蒸汽熨斗给带回家吧。哇、wow, 我看蒸汽熨斗市价299令吉，前售价159令吉，今天只需要109令吉而已，绝对超值啊。然后呢这个套组呢你就是可以拥有呢蒸汽熨斗啦，然后我们的刷头，再来赠品的部分呢就是有这个防烫手套、水平的连接器，然后5个挂钩，另外还有储物袋。如果你是手机应用程式上面购买的话呢，你还可以获得5%的 WOW 购物积分，下一次换成6令吉来作为
折扣。对，所以千万不要再错过了，这就是呢你家居必备之物啦！赶快拨打我们热线或者去到我们的手机应用程式，赶快来拥有我们的 Votemm 蒸汽熨斗。前的你是一个妈妈的话呢，我觉得这个蒸汽熨斗呢很适合谁呢？如果你有孩子在外面求学，在外面工作的话，这个一定要买给他，因为你知道呢，他们真是很懒惰烫衣服的，对不对？然后呢，就是很懒惰拿那个烫衣板出来，又酸又累，然后有时候又会烧焦这个衣服。今天这个蒸汽熨斗呢送给他的话呢，就非常的方便啦。是的，你看呢，轻轻松松的就可以给他们搞定这个烫衣的一个程序的啦。所以你看它外形呢是非常的轻巧。而且呢，它还很时尚的，所以年轻的朋友，我觉得肯定就是会爱上它了。对，甚至是呢，年轻朋友很多人现在都是用这种挂烫式的一个熨斗嘛，但是你看。滴水滴滴滴滴到到处都是，你最后烫出来的是一件湿的衣服，是，然后等很长时间才可以把衣服穿上身，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一个呢蒸汽熨斗呢，好处就在于说，其实它的那个强力是很大，之余呢，它一滴水都不会漏，而且呢，它持续喷射可以到15分钟这么久，109令吉的一个蒸汽熨斗买回去，其实真的非常的划算。对，然后呢，它备有这个260ml。的一个储水器嘛，哈，持续的15分钟，再来呢，你就是呢可以熨烫任何一种的衣物，你看这个毛茸茸的这个披肩都可以呀。对，而且呢，很多时候我们呢都会穿一些 T 恤啦，上面呢就是有印那些花纹呐，或者是呢一些很贵的，比如说我们的丝绸啦这些啊，真的丝绸哈，你不能用那种普通的那种烫斗，一烫下去就完蛋了，对不对？是的，我们只能用蒸汽熨斗啦，甚至是一些蕾丝的一些衬衫呢，如果你用的那个温度不对啊，我要讲的就是这个。对，很多时候你家里吼，你烫什么衣服，你要调多少温度，你知道的没？哎呦，你从来不知道的，对不对？所以很多衣服都会被你烫坏，甚至被你的这个印尼女佣给烫坏，对不对？那今天呢，为了保障你这个衣物很名贵衣物的安全的话呢，其实呢也是可以给我们的嘎嘎用我们这个蒸汽熨斗，因为更快速之余呢，也可以保障我们的衣物的安全。没错啦，所以呢，你看非常的轻巧的当儿呢，当然。如果是小朋友的话呢，你也可以给他训练一下。你看我家的小朋友呢，就自己来烫他的这个校服的一个部分啦，可以减轻我们的工作量啊。真的。所以呢，你看每一天晚上给他自己来这个训练一下，然后自己来熨烫的时候呢，我们也不用太担心的。我们在旁边，哎，就是观察跟监视哈，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呢，当他就是自己烫起来的时候呢，你看也非常的轻松的，是的，就不会担心是说，哎呦，以前那种熨斗呢会烫到啦，会砸到脚啦。我们已经卖出了85套了，谢谢大家。所以你看哈，这个呢既又安全，然后又轻巧又方便，我们带给大家的就是韩国的品牌 Votemm 的一个蒸汽熨斗啦。今天我们今天的这个 Votemm 的一个蒸汽熨斗呢，除了说有主机之外呢，当然还有附上我们这个毛刷的一个配件，最重要的是今天整个套组109令吉，我们还送给大家很多赠品、啊、对，真的找不到的啦。你看到我们九件水平的连接器啦，5个挂钩，再来就是有防烫手套啦，不止这样而已哦，我们还就是呢要送给你就是个储物袋耶，你到外头去旅行的时候呢，都可以把所有配件给放进去，然后呢你看我们烫衣服呢还可以有进行消毒的这个功能啊。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很多人哈家里的这个小孩子的玩具啊，有他们的枕头啊，我们的枕头啊，很多时候10年都没有拿出去晒太阳、哎、甚至是呢你会觉得说呢、这些毛茸茸玩具啊拿出去很麻烦的话，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可以用这个强劲的一个蒸汽呢，把它里面的那些肮脏的细菌呢全部给消毒过一遍之后呢，你就可以轻轻松松的让小朋友睡在我们这个床里面啦。对，因为他们每一天呢是每一个晚上他们都需要接触这个小枕头小抱枕还有这个公仔的一个部分啦，是的，所以呢真的不要再等了，今天109令吉呢，赶快就要抢购我们的这个 Votemm 的蒸汽熨斗了，赶快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是可以去到我们的手机 apps， 赶快抢购吧。拥有
有1500瓦特的大功率，260ml 的储水器，蒸汽可持续15分钟，而且呢温度是高达120啊。设计非常的简约跟精巧，然后呢都是我们的这个好帮手嘛哈，机身很轻巧啦，平摊挂烫都 OK 的，另外还备有自动断电的功能，所以千万不要错过啦，今天只需要109而已哦，所以呢赶紧拨打热线或者是上到我们的手机应用程式来抢购。哎，你知道吗？很多时候哦，我们家庭主妇哦都会避免烫衣服这个动作的。然后我嘞，就好像是每次那个钟点工人来的时候，就把所有的衣服给他烫这样子。因为我们知道烫衣服呢是很累人的一件事情。第一，你就是好像要举哑铃这样子呢，这样子烫，然后我们的这边呢就会有小老鼠出来。第二是什么呢？有时候不小心忘记了放在衣服上面呢，走出去一下，衣服就坏到了。然后呢，第三，赶时间的时候。还要拿那个烫衣板出来啦，然后又要插电啦，又等它热啦，哎，这个我们哪有这种美国时间去等啊，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呢有更好的一个选择的时候呢，我绝对不会犹豫啦。没错，然后呢，这么好的选择可以让你轻轻松松的进行这个熨烫，就算你的衣服再多，然后呢也不用担心啦。如果你是个好老公，就可以赶快给他拥有回去。拥有回去不是叫你太太烫哦，是你自己来进行这个烫衣服的一个部分了。所以你看呐，今天我们给大家就是 Votemm 的一个蒸汽熨斗，拥有不锈钢的一个蒸汽喷头之余呢，还有附上我们的刷。刷头的一个配件哦，是的，所以呢，你看今天我们整个套组里面呢，就是很棒的一个部分呢。除了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呢，对我们这个赠品的部分呢，就是有防烫手套啦，我们有这个水平连接器，5个挂钩，再来就是有储物袋啊。是的，当然呢，你看一看今天的赠品非常丰富哈，对不对？是的，这些全部都不用钱的，但是呢，我们的价钱呢是更加棒的。为什么呢？首先看过来，你先不要看哦，这个159不是最后的一个价钱呢，因为呢，我们的之前呢，原价呢是要299令吉嘛，但是呢，之前的一个前售价呢是159令吉。OK， 停在这里的话，你就以为说，哎呀，好像有一点贵，对不对？没关系，我们再给你更丰富的一个优惠，只需要109令吉就可以把我们的 Votemm 给带回家了。是的，让你节省了50令吉这么多哎，所以呢，这一刻你一定要赶快的透过我们这一边呢，不管是拨打热线啦，然后呢，甚至就是我们手机 App。抢购这个109令吉，整个套组统统给它带回去，就可以让你很轻松、很方便，节省很多时间在这一个熨烫衣服的工作上面了。OK， 所以你可以看到哦，虽然呢它的这个体积是非常的小巧和轻巧哦，但是呢它的这个喷力呢是很强的，因为我们是1500瓦特的一个大功率哦，所以呢出来的这个蒸汽呢是直接喷射而过的，你看到吗？而且它的距离是比较远一点的。那如果你的这个功率比较大的话，有什么好处呢？它就可以帮助你呢，很容易的很快速的烫好一件衣服，甚至是如果你的衣服是比较厚的话，它也不用担心。那今天呢，很简单的东西什么？它就是这样的一台，你看到吗？这么轻巧的一个东西呢，然后你要拿到哪里去都可以。而且呢，前面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水瓶，你可以随时拆下来。那只需要按这个东西呢，按一按，它呢就可以触我们的这个蒸汽了。然后你这样子把它推下来过后呢，它的蒸汽就会持续这样子喷出。如果你没有停的话，就是喷出15分钟这么多，你看到吗？哎呀，一直出来了，哇，厉害，很强。我关起来了过后，让大家看一下，就前面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刷头啦。这个刷头呢，就是可以保护你的衣物不会直接跟那个热气呢接触，然后下面这个呢就会吸掉那时候衣服上面的一些毛絮的东西啦，所以呢就让你在烫衣服的时候更加的方便。OK，话不多说，赶紧来看一下老公或者是儿子的白衣，对，哎呦，每次洗了过后都超头痛的，对，因为孝衣这个东西真的很难烫，是的，因为布织的关系，所以呢可能烫起来说不是那么的轻松了，对，然后再来呢，可能这个衣服上面有一个纽扣的一个部分呢，也是我们相当的担心的，哎，是不是可以直接给它很容易的这样子熨烫过去呢？很简单呢，就是如果说你什么地方比较皱一点的话，你就这样子多推一下，然后呢这边呢扫下去就可以了，或者是我们袖子这边呢也是这样子推过来，所以呢这个根本就是没有技巧可言的，因为呢以前呢我们都是讲说烫衣服是要有技巧的，你知道吗？很麻烦，这个就不用了。对，
所以呢，不管是这个挂烫啦，还有平烫的方式呢，都绝对不是问题耶。你看，轻轻松松的就可以把这个校服白衣呢给熨烫好了。你看是不是好漂亮哎？这样子轻轻松松的一滑过去就很平滑了。是的，而且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我们花的时间根本没有到一分钟这么久，对不对？就连小朋友也可以来使用它，为什么呢？因为呢，它是非常的简单使用的，而且呢，我觉得是很安全的。你作为他的爸爸，为什么你会给他用嘞？是的，所以呢，因为我觉得呢，它非常的轻巧啦，然后呢，他们握起来一点的压力都没有哎，所以呢，也不会担心是说它有一个很厚的铁板会让它烫到吗？不会，绝对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哎。不管是这个女生呐、男生呐，你看他们都是呢很轻松烫起来，而且呢，他们也可以呢有得到这种训练的时候呢，让他们依赖性没有这么强啊。对，你看一下啊，今天呢，除了说挂烫之外呢，很多人又会问讲说，这样如果我要平烫的话，可以吗？No problem， 绝对不是问题、啊。请看过来，就是今天呢，我老公的裤子呢，你看洗了过后呢，中间这边就是没有裤线嘛，对不对？现在我就是要有裤线的话呢，你只要把它这样子折下去之后，然后呢这样平烫它，然后打开我们的 Votemm 就可以了。是的，因为呢 Votemm 的话呢，其实它很简单的地方在什么呢？它操作呢起来是非常的简单的，你只需要这样子把它放下去对准，然后你要做那个线出来，你就这样子推，轻轻一滑推推推推推。对，如果没有这个线，穿起来裤子不够服帖啦哈，所以呢看起来就是碰碰的，然后呢不美的那种感觉啦。所以呢我们裤子西裤一定要用这种方式给它来烫一下，穿起来才比较 smart 啊。你看到吗？那个裤线非常的漂亮。如果我这样子拉起来的话，你就可以看到那条裤线在这里了。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的这条裤线哈。是。很多时候呢，挂烫的一些呢，它的蒸汽如果不够强的话，没办法，真的没办法，它就没办法做出这样的裤线。但是今天呢，因为它的蒸汽是高达1500大功率哈的一个瓦特的一个系数呢，是的，所以呢就可以很容易把这个裤线给烫出来啦。没错，今天呢，你看我手上有这个储物袋嘛哈，所以今天你要出门的话，你看很简单的，我们的这个熨烫斗啦，然后呢再来这个水瓶的部分，就是你出门很方便的，直接任何地方买一个水瓶，然后呢就直接就是有我们的这一个连接器，把它连接起来，就是可以熨烫衣服了。然后呢，是不是你看所有的物品呢都可以直接，还有这个刷子，直接这样子一袋放好，然后呢把它放进你的行李箱里面的时候呢，就是很容易很方便的嘛，对不对？是的，所以呢你今天呢可能要去外国旅行，去小岛旅行没有问题，因为小岛的衣服都是比较薄的，对不对？塞进去里面呢就很重了，对不对？这个就非常方便了。记得今天只需要109令吉而已，就可以把我们整个套组给带回家了。赶紧拨打热线18001808088，或者是上到我们的手机应用程式，把 Votemm 给带回家。市价299令吉，在西周沃售的前售价是159令吉，今天只需要109令吉而已，很超值的一个价格哎！109令吉呢，你可以带走的就是有蒸汽熨斗啦，有刷头啦，再来我们送给你的是防烫手套、水平连接器、五个吸盘挂钩，还有储物袋。当然，你看看上的手机应用程式购物呢，是绝对更加划算的，你可以获得5%的WOW购物积分，下一次换成现金来作为折扣。是的，然后这绝对是我们的家居必备之物啊！赶快的拨打热线，或者去到我们的手机应用程式，就是我们的 APP 来抢购。因为呢，我们还有另外5%的 WOW 购物积分要送给你哦。电话占线中，别担心，只要下载 CUOSO 手机应用程式，注册新的账号，填上基本的个人资料，然后你就可以开始购物啦。选择你想要购买的产品，点击 Buy Now 的按钮，输入 Postcode， 选择地区，输入门牌号码和路名，您所订购的产品就随即为您送上，天天精彩，天天 Wow。115套已经卖出了，非常谢谢大家。谢谢。那我要跟所有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说一下，那可能你讲说你看到这样的这个蒸汽熨斗，你讲说哎呀真的咩？
有比我们一般的那种熨斗好用咩？我跟你讲，其实并不是好用不好用的问题，它其实就是有另外一种方式呢，让你更快速的、更方便的熨烫衣服。OK， 这个就是呢选择的一个问题啦。OK， 对，如果你用一般的熨斗，你看是不是会烫出一个黑黑的印？因为呢，你忘记了电话响了，然后你跑去听电话，对不对？回来衣服糟糕了，不能再穿了嘛。所以呢，我们这一台 Votemm 的蒸汽熨斗呢，它有8分钟的一个断电的功能呢，所以不再担心你的衣服会被烫坏啊。所以呢，我要讲的就是呢，其实呢，这个蒸汽熨斗跟我们家里一般的蒸汽熨斗出来的效果都是一样的，你都是可以烫平衣服的，无论是厚或者是薄。但是呢，我们这个呢更方便的地方是什么？它比较轻，然后你要带去哪里都可以。然后呢，今天呢是小朋友可以用，因为呢它是更加的安全。是的，所以呢无论如何，今天呢你要烫的是比较厚啦、比较薄的衣服啦，甚至你看小朋友的校服就让他们自己来熨烫吧，穿起来的时候呢可能也比较就是有不一样的那种感觉，你知道没有啊？所以呢你看今天小朋友呢用起来也是很轻松，因为它真的是很轻巧的一个啊。那呢可能说家里呢有一些呢你不足月的小朋友啦、或者是呢你这个1岁的小朋友、2岁的小朋友、衣服是不是很小个？对对对，袜子啊、手套啊都是很小个。那个呢我们一般的那种熨烫斗呢就是烫不到的、因为呢太小了嘛，它那个尖头也伸不进去。那正是今天我们这个 Votemm 的蒸汽熨斗呢，它通过蒸汽呢就可以很容易的把它烫平，然后呢也可以进行消毒的一个工作。哇，厉害啦，这个小朋友呢你看小枕头啦、小抱枕啦，然后甚至他们经常每一天晚上都要抱着，因为抱着睡觉比较有安全感啊，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很卫生呢？完全不能让它有这个细菌的一个部分嘛。你也可以用上了这个蒸汽熨斗呢来给它进行一个所谓的消毒的部分，让他们呢就是可以比较健康，不会造成他们这个呼吸道可能出现问题还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啦。我自己很喜欢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它非常的轻巧啦、比如说呢今天你要去 OK 布拉伯和江这样子度假、然后你住的是那种阿达屋的那个呢，它肯定是没有什么熨斗给你的，对不对？但是你带去衣服都是薄薄的，然后很容易皱的，对不对？对，这个呢就非常方便、你随时带去什么布拉伯和江啦、什么中国啦、Australia 啦、都可以，因为呢它全部东西加起来没有到1公斤哈，对，然后呢也不会占用你的位置。是，另外我们今天的套组里面还有就是，我们先说，因为已经卖出了135套，再来套组里面我们就是有个储物袋，你看是不是带出门很方便呢？今天109令吉而已呢，你就可以带走我们的 Votemm 的这个熨烫斗，我们再送给你呢，就是有这个水平连接器啦、5个挂钩，然后呢还有这个储物袋的一个部分啊。是的，非常非常的贴心，而且呢今天呢只需要109令吉而已，千万不要再等了，马上拨打我们的热线18001808088，或者是上到我们的手机应用程式，把我们 Votemm 的便携式蒸汽熨斗给带回家吧。甚至呢在一个冷气房里面，我觉得哇可以取暖的，你知道吗？我厉害了，还是热的，对不对？是的，没错。所以呢今天非常简单哈，如果呢你要出去就是烫衣服的话，这个水瓶哈你可以不用带去外国的哈，你可以随便找一个矿泉水瓶带上去就可以了。然后现在这个呢比如说这样子推起来哈就关掉了咯，你这样子一直按着的话那个蒸汽就会出来，但是就好像我们打油这样子呢把它这样推下去、它就会一直出那个蒸汽了。 OK， 是，所以呢你就不用这么麻烦一直按住它。然后上面这边呢你看到吗，是有我们的这个毛刷的一个部分，这个毛刷的这个部分呢就可以成功挡住我们一些，就不会直接把那个热度呢传送到我们的衣服上面，不会破坏我们的衣服啦。然后下面这边呢就是可以把一些毛絮啦全部吸附在这里。对，所以呢另外你看还有这个260ml 的一个储水器嘛，所以呢持续的然后呢就可以让你熨烫15分钟这么长的一个时间的，所以你看今
今天我们的衬衫一定要把它烫得美美，然后呢，让这个自己的另一半，然后穿出门的时候呢，才会看起来比较就是帅气嘛，对不对？你有发现吗？就是呢，我们这个呢很棒的地方是什么？你一边烫哦，它不会像那种外面的那种一直滴水、一直滴水、滴水、滴水呀、啊，滴到天荒地老。我在家里就是用那种站立式的熨烫斗啊，烫得我啊，然后呢，每次烫衣服的时候呢，都气得半死啊，然后的衣服湿没有关系。地上都满地都是水啊，所以你看边烫边滴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是在这个 Votemm 的蒸汽熨斗呢，然后可能你在这个熨烫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点的这个水滴，但是这个是水汽来的，这个不是我们什么那个就是水滴，对，没错。所以呢，因为水蒸气的话，它比较强的话呢，就一点点的那个水在上面，所以你看到吗？这是正常的，这个跟我们这个差别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大呢？是的，非常的大的这个落差了。所以呢，你看今天是不是很容易呢？刚刚佳琪就是这样子轻轻的滑滑好几次之后呢，你看你的衣服就是很简单，然后唱起来很轻松的。它整台真的是非常的这个轻巧啊。是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今天除了这个挂烫之外呢，你可以挂你可以烫不同的衣服。挂烫的话，第一就是省时间，对不对？第二是什么呢？就是你不用就很慌忙的这样子把什么烫衣板啊这样子拿出来。对，但是如果今天你还是 prefer 烫衣板的话，绝对没有问题，也是可以把你的烫衣板拿出来。对，然后呢，你要烫我们老公的裤子的话，因为你要烫这个裤线嘛，是那个衬衫烫好了嘛，哈，要配搭这个裤子，所以呢，也要给他来烫一下的啊。No problem， 因为你只要这样子放下来过后呢，你这样说要有那个烫线的话呢，对，今天只需要把我们的 Votemm 这样子拿过来，然后你轻轻的这样子把那个出气孔这样子放在我们那个你要做出来的那个线上面，是，然后就是这样子拉，一边拉一边。推一边拉一边推，然后这样子推下去推下去推下去就可以。是的，如果你用那种旧式的熨烫斗的话，你是不是要给它挤压，然后要很用力的把它压下去，然后才能够让这个线成型呢？而且呢，你看一下哦，看到吗？那个裤线已经出来了。哇，有欸，我这样子拉一拉，大家就可以看到了，这个裤线已经是跑出来了，有没有？是的。因为呢，很多时候呢，我们很怕讲说呢，这种挂烫的呢，它是没有力的，它就是不够气、不够力、不够热。但是你看哦，有这种线出来的时候，你知道。够热、够气、够有力。是的，所以呢，今天不管是这个挂烫跟平烫呢，都绝对不是问题的。所以呢，今天你一定要赶快给它拥有了，因为你今天真的看到这档节目的时候呢，你省下了很多钱啊，只需要109令吉而已。真的，我跟你讲哈，你在外面呢买那个就是挂烫的式的一种熨斗的话呢，绝对没有109令吉啊。就是比起之前呢有买那种就是站立式的那种挂烫，大概是多少钱？300多令吉啊，三百，像399，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399，然后它还要滴水滴到你满地都是、啊，滴到满地都是水啊！哎、所以呢，你看这么超值的一个产品，只需要109而已，而且还是这个已经是更便宜的一个价钱了，只是在我们的这个 CJ Wow Show 里面，你才能够直接给它抢购回去啊！是的，最重要是什么呢？因为呢，我们的原价哈是要299令吉的。CJ Wow Shop 之前的一个售价呢是159令吉嘛，但是今天呢159令吉绝对你是不用给这样的一个价钱，因为只需要109令吉就可以把它给带走了。所以呢，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是上到我们的手机应用程式呢，把只需要109的 Votemm 给带回家咯。天天精彩，天天 Wow。Interested. Open your eyes, let's get it done. Take my hand, just follow me. Shadow and me are one. Oh, oh.